副厂啊，是这个啊，咱的过来，咱的立场啦、啊，无要使用暴力啊，甲武力，啊，较早结束。啊，这连署，咱也无使用暴力甲武力啦。咱甲秘书长讲的，讲伊一个笔张纸尔，搁甲美国乖乖。啊，这就是啥？咱少年的去上完，吼、哦，白宫。你连署反腐嘛？你遐时代学生囡仔是足痛苦的，伫遐，咱也甲赞声一哩，甲斗杀一哩。啊，实际上，阿摆咱执政的时候，腐嘛一定无要遵守嘛。哦，啊，因为咱因吼第四点就讲因的因的这个。中华民国立王政府的事务啊，咱无要配合，无要合作嘛。这甲咱的主张拢没有违背，所以讲，有诶少年来甲我问啦，讲我的看法安怎？啊，我甲大家讲，那伫外国有咧对台湾的代志关心，咱我会支持啦。但是咱的条件都爱符合到咱的，或者主张甲立场。那安尼，大家唔知道有清楚无？啊，感谢啦，因为大家拢过去办的呀，所以我看了足欢喜，咱的同心有去穿服装啊。这是咱的服装啦，高级班的同学以后拢是咱的官员，是决策者，啊，甲做一个要做计划者，甲执行者。你出去代表啊，民政府，所以。大家都爱传一下吼，要去国外，吼、哦，啊，要去参加什么活动？人讲啊，爱穿服装哦，都爱传这啦。哦，啊，都有人去传啊，无啊，漫画甲这里、個、啊，这里、個、徽章，这你那三五个拢穿同款，伫街路咧行。大家拢会看这里，看这里。欸，啊，恁是什么单位啊？安尼就达到广告的目的啊。伊唔知啊嘛。啊，甲讲者，哦，伊那就接受你啦。所以讲，高级班的同学一定爱家己准备去传一次，吼、哦、啊，予大家较清楚，吼、哦、啊。啊，了解这个情形啊，我要国家，但是早起秘书长也甲有甲大家讲，啊，我即摆来看我所准备的 PowerPoint 吼、哦，我所准备的 PowerPoint 吼、哦，啊，要来甲大家说明安尼吼，啊，这那叫 PowerPoint， 就感谢大家，因为大家。拢来参加，咱的成功搁较紧，吼、哦！我要予大家看，高级班的同学，你准备服装来参加考试。你看，这是毋是服装足整齐的？这大家拢戴帽啊呢？啊，服装足整齐，大家做。军绣呢？军绣是啥物？大家爱去了解。咱全台湾分五十军绣，咱要扣150个，先要派出三个人拢做啊军绣的委员，
慢慢啊，才来选一个做滚手，啊，其他来做副滚手。咱所以要考试通过150个，咱即摆过来看。这就是统计表，那也要让大家看这个统计表。有的说，我这样，叫他说很好考的。但是非题80题，选择题120条，拢总200条，考2点钟啦。第一次来报考的啊，及格29个啦。第二次再来考啊，89、23。第三次124，又变25。第四次204，36。啊，第五次112，29。这大家想看卖，是不是比考大学较歹考？是不是安尼？有诶考4次安尼，啊有诶考5次安尼。啊，必须得讲无要紧啊，你来考较侪摆拢无要紧。来考过他，互你食一顿饭免钱诶，啊无。爱报名费啊！希望大家要为咱台湾的以后的子孙较幸福的，啊，大家爱读这本啊《新台湾论》。第六次是4月7号，要来考的，大家拢有资格啊！你服装穿的啊，下晡两啊，一般啊，即马可能是4点考到4点吼，考到6点，啊考了食一顿饭，啊才转去。安尼大家有欢喜啊无啊？希望大家拢来考，咱考过发一个证书，证书考试及格。这较早以前吼，流氓政府来安怎呢？哦，你要做官哦，你要做地方官哦，要做议员哦，先来考试院来上毕业证书来审查，过才发一个讲啊。审查合格啊，讲啊，你会使做县长哩，还是做啊市议员、或县议员、国会议员，拢爱有这个程序规则呢。咱即马是讲，大家过去办过啊，恁都有这个资格，咱确定啊，才办一篇啊，三例哦，办一篇啊，三例。这可能我有会看过啦吼，啊，因为我有请假2礼拜嘛吼，啊，说不定无一定有个人有上过初级班诶闭幕式吼，啊，无要紧吼，啊，咱我阁复习一摆，阁看一摆，三日的代志。我即摆是讲要拜托讲4月7号啊，大家过来考，迄考场啊。200几个呢？啊，昨啊，昨来电招，恁大家有看到无？偌济人啊？400几个呢？真正，咱较早的礼堂吼，上大的吼，头200几个啦。啊，秘书长伊足聪明啊，啊我，迄个目色足好嘞啦。卡嘞，即摆我400几个可以容纳啦。啊，这都是
爱让大家知道。啊，秘书长来甲咱讲，早起有讲，我阁补充一个啦吼，因为我是无啥讲啊，但是我鼓吹大家来考吼，选择题先做，做了再做是非题，是安怎安尼讲？因为秘书长因这边才会命题吼，头前甲你讲对，后边甲你讲唔对，啊，到底是对啊唔对？头前拢对嘛，看来也对嘛，啊，后边才甲你讲一个唔对，啊，你叫头前对哦，啊，就对。佮看第二摆，佮看嘞，伊是起来讲咱遐个是非题的时间啊。看伤久，看一遍，看两遍，看三遍啊，时间无啊啦。选择题拢有正确答案，看一遍啊，那是三啊，就三嘛。选择题很确定有答案，所以说你赶快把选择题都选好，顺下来看是非题。是非题有陷阱，我出过。国考的选题委员，国定考试专业考试的选题委员，我去讲，人出来题，我出来，我搁甲改。那伊我安尼讲，秘书长安尼讲，讲一个同事嘛，传查某囝来啊，讲，啊，阮查某囝考试啊。高中考试啊，见考见过啦，讲来考军事考三摆啦。这对啥？因为迄阵啊，阮咧选题的时候有一个规定嘛，袂使前后矛盾嘛。吼、哦，啊，秘书长因这个问题拢会有前后矛盾，所以选择题你要看的时啊，你都爱考虑这些。那讲举一个例啦，头啊讲哦，咱是依照吼、哦、啊国际法啊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吼、哦，咱诶台湾的地位啊，吼、哦、是美军占领啊，所有权在啊日本。这样对不对？哈哈，不对，对对，安尼恁来考拢会丢啦。安尼恁大家清楚无？头拢甲你讲对啊，尾啊才，互你错解啊！你讲日本，啊，日本是到底是日本政府还是日本天皇？啊，伊无爱甲你讲啊，啊，要互你讲对啊，唔对啊？阿你大家来考有信心嘛无啊？阿你可能大家拢来报名来考。好、哦，这是考前吼、哦、猜题啦。咱即马卖问吼，那、哦、真正要问我，不然我留几分钟啊，互大家问卖吼、哦，你吼安尼啦吼、哦。好，咱即马。先看咱的，哎呀，做这个准备的 PowerPoint， 要甲大家讲吼。今年啊，十二月二一啦，头二十去啦，要过来遮啦。我去三年啊啦，希望人要去的，服装准备一下。啊，到时讲报名，恁大家拢有资格，吼、哦，这互大家看一下吼，过、哦、来，过斗阵来，这是我咧讲是啥？大家咧写历史啦，你有要去创造自己的历史无？啊，就是来参加这啦。咱这个期啊，三年拢入去呢，这个期啊，三年拢入去呢。啊，车阁有啥有啊？这车第二车的呢？哦，
买单哦，我较不会，我甲秘书长吼，我若阁行，我车甲小了，阿边问一下，留头五分钟才互大家来问啦，好，吼，来过来。这个大家思考看卖，好，请大家思考看卖。三年来，这个机啊，拢足顺利。三年入去啊，日本皇宫要入去，爱两个检查哨，咱拢去啊咧，含日本机啊。亚洲会，拢入袂拢去安尼啦，我拢去安尼啦，安尼去啦。啊，这都要甲大家讲，其他机啊，你去看卖，看这个照片，有其他机啊无？无啦，拢无啦。啊！今年啊，啊那足趣味的啦！我伫网站上啊，看一个啥，诶，民进党的一个人，一支报纸啊入去，去遐，伊啊牵出来，家己翕一来相，伊讲诶，民进党这支啊入去遐，一支啦，藏入去啊，咱几百支，安尼夹入去，到处。都是。第二啊，因遐的报社吼，迄造假，安怎造假呢？甲咱的机啊，这拢甲擦红的啦，这拢边啊拢甲擦红的啦。这粒因的机啊，会红的较较细粒啦。啊，咱这拢甲擦红的啦，咱这个是比伊较大粒啦。规粒拢红的啊，规粒无擦红的啊。因这较细粒嘛，啊，擦起来伪造。因若想无呢？因报社外口的人啊，想无，因那个要甲擦，拢甲擦红的。伊讲那有奇怪，那有别个鸡也得入来吃。所以安尼恁想就知影。即来要甲大家讲，头前讲这个，你去甲听。你的亲戚朋友讲，就安尼啊。伊若唔听，佫甲讲，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，你要相信无？啊，若唔相信，免甲伊讲啊啦。真正，吼、哦，即好，好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当然。这个呀、啊，咱今仔日有一个日本人来，我摕这个照片好看，诶，日本人的学者来啊，大家有刚才该见面嘛？我摕这张相片好看，伊讲，伊知影这个代志啊，但是伊是天皇是无啥要见伊啦，啊，都美国安排。好好啊，建议啦！啊，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讲这是事实的代志。我要问大家吼，这个问题，哪会去甲天皇讲，因中国经济过得较好啊？即马有钱要来买台湾？哪会安尼讲法？大家想看卖，这就是啥物？台湾是都唔是中国的嘛？日本天皇的。哦，爱会记哩吼，讲吼安尼，你看，伊即马敢讲安尼，即马敢讲安尼，以前中国拢讲啥？吼、哦，迄阵啊。迄、那个，伊个总理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周龙基来看，
手电棍头帽，台湾是不可我们分割的领土。吼、哦，也棍头帽安尼讲。啊，即马敢讲无？唔敢啦。即马讲台湾是他们的核心利益啦，因足清楚啊啦，要走去买台湾，用间接的拢无法度摕台湾啦。安尼就足清楚啊，吼、哦！啊，这都予大家知影吼、哦。这是啥物？这个例子吼、哦，我迄阵啊，我就咧讲啊，哪有上过我的课？我就咧讲啊，讲啥物？因讲。因阿爸，因若要民做民政府啦，要用这支啦，啊，这支都无法度好拿出来去啊！美国讲因阿爸话要创民政府，要用这支啦，啥？你甲咱咧烧钱呢？这唔是我胡白讲嘛？这拢予大家伫遮，予大家看。哦，那爱这个 PowerPoint 吼、哦，有带随身碟来吼、哦，啊，拢去啊看，转去放互你亲戚朋友看，互伊了解，叫伊来上课，叫伊来请身份证，伊就是革命什么？啊，安尼大家足清楚。革命先行者，咱免拿全家都去解帮啊！咱是要甲去甲美军提政权，无要甲啊流氓政府去啊抢政权。好，过来啊！这可能大家我有看过啊嘛吼！啊，因早拉老早就结束啊！哦，因为报纸，迄个讲因的首都伫带，南京嘛，哦，这也足清楚的嘛，啊，都啊伫遮建都南京啊，哦，啊，1949年就砍掉起来的，好了，过来，哦，啊，这我看，哦，大家。知影就好啦吼，啊！我即马要先来放一个三例的，因为可能你若登记的初级班的同学啊，都无看到，多两届初级班都无看到，咱来放一个三例的影片，好啊，给大家看者，啊，再来解释这个代志，好来。宣传单、报纸广告、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，到处可看到“台湾民政府”五个字。走一趟总部，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他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。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，会有那个证书。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。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。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，附上姓名、电话、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才内阁制，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黄道言，所以才有这个旗子。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，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，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，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怎么样？生吞活剥台湾人啊，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。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，你告诉我。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，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，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，不要两年你会看得到。
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，少说几十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机坪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？外界都睁大眼睛。三新闻，我即摆要甲大家讲，我感谢三立来甲咱采访，啊，只甲你放一摆尔啦，唔敢阁放落去啊啦。啊！要搁甲大家讲，伊甲咱讲，咱这张是安怎？家己制作啦。我谴责三立，咱这是美国制造。美国制造什么新闻证啊？晶片吼、哦，晶片大家爱认得我清楚哦。咱这是晶片的哦，唔是有个人。无晶片的呢，迄无迄迄，那不是晶片的，迄拢无影无一只的啦。所以要给大家讲，这是晶片的，吼、哦！大家叫大家来请，爱甲因讲，咱这是晶片的。这张后回，你要去带，足方便足好用，吼、哦！嘿。莫去予人乌白讲，去请迄个号做我写啊，台湾政府新闻证，啊，伊个无晶片，吼、哦，无晶片的，迄条去用骗去啊，爱会记哩吼、哦，这台爱会记哩，吼、哦，啊，即摆讲到这吼、哦，美国咧做代志。美国咧做代志，拢事先安排啦。伊呐，美军入来，讲啊，无恁都流亡政府吼，恁爱登来恁遐啦。你呐要去金门、马祖，就登去啦。啊，无就安怎？美国啊，去甲中国讲好啦，无就予因转来啊，福建省的平潭岛啦，拜托一下，有带少年人带笔电，你上网去查平潭岛，足清楚，咱要放平潭岛的影片，予大家较清楚。啊，来，拜托平潭岛。福建平潭岛直接开往台北港的全新客轮，今天上午举行试航，预计在明年初就能够正式通航了。到时候从台北搭船到福州的时间将能够缩短到5个小时以内。在满天彩带跟热闹的鼓声中，航行于台中平潭之间的海峡号客轮庆祝通航满周年。这位福建台商成为幸运儿，海峡号的第10万名旅客。不过在平潭码头的另一边，这艘丽娜轮才是今天的主角，因为随后他将要第一次直接开往台北港。元旦前后啊，这是我们盼望的，希望能够这个时间来开通。我们预计可能会突破30万人次。尺寸比姐妹船海峡号大上一截，全新的丽娜轮不但载客量高达800人，还可以同时运送335辆小汽车。根据业者计算，以这艘船36海里的时速，从台北开到平潭只需要3个小时，再转陆路运输，总计5个小时就可以从台北抵达福建省会福州。越来越便捷的交通，更渴望加强两岸企业对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关注。TVBS 新闻，李宏、庄志伟。福建采访报道。阿你有清楚不？拢计划好啊，啊要转去，啊拢穿好啊，啊大家也唔相信啦。真正的嘛吼，啊都唔相信啦，啊唔相信就讲叫伊上网去啦，啊那。佫无相信，迄啦无法度啊！伊无福气啦，对唔对啊？听你来遮办一个身份证，这就是讲，
这这就是讲福气啦，才会摕到这张啦。无福气的人，摕袂到这张啦。好、哦、啊，因为时间上我足短咧，我看我安尼好不好？金门测金的新闻有看过的，举手一下好不好？拢无啊，来放提金门测金啊，咱就要好一两个问题，啊，就要来结束啊，好来。金门撤军的军事话题，媒体报道，金门县政府和国防部达成协议，针对有“前线中前线”之称的金门大胆岛、二胆岛等群岛，为了要发展观光，将会在3年之内撤军。对此，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，强调中共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之前，撤军呢只会引起民众的恐慌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。反共抗战中有前线中的前线支撑的金门大胆岛、二胆岛等群岛，传出将在3年内撤军拼观光，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。撤军基本上来讲，我想现阶段还不成熟。我们开放他，让他看看他捍卫我们领土的决心，这个才是更好的做法，而不是把军队撤掉。在中国还没有撤飞弹之前，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完全撤军？从大二胆撤军，这是非常离谱而且非常狂妄的一个做法。中共目前仍用1000多枚飞弹对准台湾。立委说，虽然台湾军力技术提升，可以从台湾本岛对中共进行反制，但大胆岛、二胆岛的政治意义不可失去。小岛的价值啊，其实不是在军事上，最重要还是在政治上。如果没有国军在这里了，他们晚上都不好睡，啊，因为大陆渔民有时候很强悍，会直接上岛，不是用保全可以完全替代的。人民心理上会有恐惧感，我觉得还是要保存一部分的兵力。金门大胆岛、二胆岛撤军引发反弹。身为军事委员会召委林玉芳强调，国防部不能一意孤行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。新唐人亚特电视陈文模成真台湾。好，安尼大家有清楚无？因为他拄啊，特别问啊吼，可以问这个问题啊，其他的吼啊下课了后，你要来甲问，我才讲啊，伊你唔知要问什么吼啊？哎老师，刚刚您说那个什么考郡守了有没有？你说要150个人嘛？可是刚刚那个人数，我跟他算的时候，剩下8个人了。那是不是8个人满了就不考了？你再把他啊那个照片，你加起来是还有142个。好，142个哈。对，对，我们快达到这个门槛了啊，听错哈。但是。有的靠到的人啊，伊无爱去做郡守啊，伊搁去做事务局啦，伊要做行政，迄、那个做中央部会的官员啦，伊无爱去做地方的县长啦，安尼你唔在听有无？啊，所以这个是资格。不一定讲你考上我就跟你派任了、啊。你要考齐了，你有这个资格，你来参加进守的点招。点招了以完了以后，回去啊，州里面由州长啊，你在哪里啊，再派遣，是这个因素啦。这样大家清楚吗？这个是资格，我要告诉大家，有机会要给恁资格，哪会不爱去考啦？啊，免钱啊，干那叫你看尔。啊，这那是你的条件。你讲我对啊，迄、那个做咱新台湾论看的啊，都知道啊，我也通过，这个是资格呢。好啊！你要去唔去？你到时有一个选择嘛？好，你唔好讲你无虾米选择。你那是啊，都要参加迄个政治局啊、甲事务局，但是你都无资格、无考、无过，你要来做县长的话，类似县长的话，歹势，你无够资格。
安尼大家清楚啊嘛吼，啊，因为个时间上啊，他那照这要一分钟嘛，啊，我上尾啊，拜托大家，搁认真一个，搁斗三工一个，咱足紧就要执政啊，啊，要求两点啦，介绍较少年的来上课。过来介绍周边的好朋友来签晶片哦，唔好去用骗去吼，晶片的啊，台湾政府身份证啊，这都是依照咱的台湾公民权利法案来发的。咱要成立这个啊，签这个要发这个身份证的时啊。美国甲咱讲，你一定爱完成台湾迄个怎权利啊，公民权利法案，咱一步一步拢在做。所以，转去自今日的闭幕式的讲的遮，拢介绍给你的朋友，安尼好啊，好啊，啊，感恩啦，咱下个。